好，先放一段影片。밥좀사주죠술도好，现在影片里头出现我想学的韩文，那我就开抓读程式把它抓下来。好，先移到旁边，坐下，然后来到 Google 翻译，我把台词移过来，切韩文，切键盘，然后把刚刚抓到的台词输入进来，啪，空格，中，空格，杀。出秀问号空格是多缺点。好，关键版看一下中文意思差不多，看一下音标，팝좀사주죠수도。好，听一下 Google 怎么念。밥좀사주죠술도。밥좀사주죠술도。再听一次。밥좀사주죠술도。밥좀사주죠술도。好，再回到影片再听一次。밥좀사주죠술도밥좀사주죠술도好，밥좀사주죠술도好，这样就完成查询。那不过平常更简单的查询是就在网页上看到韩文字串直接复制贴上，这种查法是最简单的。那这个是哪呀啊这是哪呀啊这是，好，听一下 Google 怎么说。哪呀啊这是哪呀啊这是，好，再听一次。哪呀啊这是哪呀啊这是，好。刚刚是用键盘嘛，那如果不用键盘的话，我们直接用手写，那更方便。因为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学韩文的四十音，然后就不知道键盘怎么用，那这时候就可以直接用手写，手写也挺方便的。好，看一下手写键盘，那直接写哪，选字 A 空格啊，接 C。关掉，哪呀这是，听一次，哪呀这是，跟刚刚一样嘛，再听一次，哪呀这是，哪呀这是，哪呀这是。好，那以上就是平常我如果遇到韩文的时候，那在做查询的时候所用到的两个方法，那仅供参考。以上。